来了，我的皮卡丘，台北捷运哦，我是观光列车团的111年12月21号，皮卡丘来了。台北捷运淡水新站台北站，然后8:20出发，就是皮卡丘飞翔皮卡丘计划的彩绘捷运列车哦，超感动了耶，他竟然是跑淡水新站。二月台列车往象山，7301型哦，哦000次哎，的7301026025变多。飞翔皮卡丘计划，飞翔皮卡丘计划，这才会台北捷运才会捷运列车，哎，桃捷也有哎，然后这是北捷，也今天马上趁势推出，哇，这些人都超帅的，对啊，现在又是才会时段大爆发时段就对了，对啊，桃捷也出，北捷也出，关闭车门。好，大家拍完我就要上去了。我下面一个麻烦们多多点我们的剧玩片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哇，真的超感动了耶！飞翔皮卡丘，台北捷彩绘捷运列车，高年雄刚刚19月2号，在台北站驶离哦，感知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，000次哦。